家驊議員。主席，有人說香港最大的群體就是中產人士，最苦的群體亦都是中產人士。主席，截至到去年為止，數字顯示全港一共有270,000户的家庭，如果一户有4個成員的話，即是說是超過100萬人是可以被視為呢是這個中產。他們每月的收入呢是3萬至39,000元，較2006年的220,000呢是增加了大約1/4。但這班人剛才都有同事說過，在各項調查之中顯示他們越來越最苦的。苦是因為人工追不上通脹，有稅交就沒有福利，有家庭就沒有樓買，有細蚊仔就沒有適合的學校。對於他們來說，一個新的政府的成立不多不少都帶來些少的希望，希望的就是新的特首、新的政府可以為他們做多少少嘢。咁但係施政報告一出嚟咧，差唔多所有人都嗌聲：切！主席，喺施政報告之中，唯一可以講係令到中產人士受惠嘅，就係取消徵收外佣税400蚊。嗱，其實咧，呢400蚊徵收外佣税其實就唔係好耐嘅，徵收嘅時候，曾蔭權嘅年代咧。好多人都覺得是莫名其妙，點解要徵收呢400蚊？點解仲要向呢個中產人士咧係開刀？但係主席，就算而家取消呢400蚊，喺個外佣日益要求加人工，其實好可能咧，呢400蚊或者絕大部分咧係已經係被個人工裏邊咧係吸納咗，或者加税嘅時候。本來要加人工的僱主沒有加到，預留了我來交税，現在不用交税了，不加人工的藉口呢是已經是沒有了。主席，在競選的期間呢，梁振英呢似乎接納了公民黨眾多的稅務的優惠的建議中的其中的一項，就是說這個亦都在政綱有講及的，他就說會延長自住居所貸款利息扣稅年期去到20年，免稅額呢就由每年10萬增到15萬，推行低息或者是免息的貸款計劃，協助合資格的中產人士在私人物業市場那裡呢是置業的。主席，捨得是清清楚楚、詳詳細細、漂漂亮亮，但好像我們有位同事說，可能他是男人飛來飛去，可能連結婚紀念日都不記得了，還怎麼記得中產人士啊？所以這個承諾亦都是好像其他在屋宇政策、房屋政策的承諾，在這個標準工時的承諾一樣，是石沉大海。主席，這個怎麼不叫得我們的中產人士是為之愕然呢？在房屋政策方面，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施政報告出那一天的下午，所有的賣盤一是就封盤，一是就加價。我們可以看到剛剛截止申請的新居屋綠油雅苑，一共呢是收到月超過50,000個申請，其中單身申請表是有35,800份，是超越了認購額的最少是360倍。而至於白表 免地價買二手居屋的，目前也是收到超過30,000份。主席，反應這麼熱烈突顯了什麼東西呢？就是說中產人士是無殼蝸牛，在香港是買不到樓，
是没有福利没有前景。主席，我们不认同呢政府是应该依赖一次过派钱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跟我们立法会有些同事的意见呢是不是很一致。相反，公民党呢其实在施政报告的时候呢是提出了一系列的有惠于中产人士的税务优惠，可惜呢差不多每一样东西呢梁振英都是得个听字，我不知道他是不记得啊，定说不接受啊，定说根本不认同。主席，我们曾经 提过的就是说医疗保险免费税额，我们希望增到每年是6000元，是鼓励有经济能力的中产人士呢是买医疗保险，减轻这个公营医疗的负担。我们建议租住私人物业免税额，令到本身是没有自置物业而正租住私人楼宇的人士享有的税务优惠上限是为36000元。我们建议设立以12000元为上限的强制性公积金自愿性供款的扣税额，令到交强积金的人士是可以悭回少少。为了舒缓中产人士的负担，增加薪俸税个人免税额，我们建议去到126000元，已婚的人士免税额呢是希望增到呢是30万。子女免税额由第一位至到第九位上升到70000元，课税年度新生的婴儿免税额是增到70000元。种种主席，我不可以呢是全部呢在这里呢是读出来。但是那个走向那个精神是非常清晰的。中产人士是需要帮忙，但是不需要施舍。我希望呢特区政府是正视中产人士面对的困难，听到我们今日议会所提出很强烈的声音。多谢主席。